谁西服？老板的。哎呀，我穿上正合适啊。哎，我西服呢？客勤组穿上了。哥们儿，我这都西服15万，给脱下来。我以为给我买的呢。哎，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哎，行行，送你的送的，行了吧？真是你。今天这个会啊，主要是讲一下迟到这个事儿。以后迟到一次扣500，300，50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散会。干啥呢？喝咖啡不？玩游戏呢呗。啊，那好吧，自己买去吧。哎，没事，我去。你不打游戏呢吗，苏总？那你去买去吧，我玩一会儿。1000。一，不是刚开完工资吗？我最近不是处了个对象吗？给你开了个亲密付，省点花啊。孝顺。晚上陪我去接个客户，不去。这个客户也爱喝酒，你不去不行。那也不去。谈完这单给你放一个假，走。你会背叛我吗？你说啥呢？你现在是销冠，没人挖你。有，但我都给骂跑了。你会不会背叛我？不会，这不是你以往的态度。你在说谎，滚啊！好嘞。咋还不来？这都几点了？带着合同来我家。去你家干嘛？客户在我家呢。客户？客户怎么在你家呢？昨天我俩喝多拜把子了，然后他来我家住了。拜把。你真是我亲爹呀。明天有事吗？没事啊。你干妈说想你了，让你回家干吧。行，那去吧。你空手去啊？空。这个红包能到咱妈手吗？你猜呢？我猜能。猜中。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给他拿下。我知道。上车吧。不是哥们儿，去接客户你让我开车啊？我能套出来客户的爱好，然后对症下药，你能吗？我不能，就老是开车。好的，老板。吕克勤，你给我过来。他是不是犯啥错了？从现在开始，90分钟内不准打扰我。哎，万一有加时呢？啊，120分钟，这得犯了多大错啊？哼，真能演，演戏，一场足球90分钟，算上加时，正好120分钟。老板，我知道错了，这次不敢了，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，去吧。哼，奥斯卡见他俩给你递。去，给我拿外卖。自己去，我这忙着呢。我这把晋级赛，打游戏你还有理了？玩你号。老板。这个客户怎么说？他谈项目必须得喝酒，咱公司谁喝不过他啊？叫爹，你得帮帮我了。爹，准备经验吧。老板，他能行吗？他先天酒蒙的圣体。小吕啊，你有这能力咋给别人打工呢？你别闹了，哥，我有啥能力呀？就你这谈判能力，来我公司，我让你当主管，我在这待着挺好。这公司有啥值得你留恋的呀？我大哥问你呢，有啥？哎，王哥，他是我朋友。朋友？你再说一遍。他是我爹。咱几号开工资？15号。咋了？没钱了？要多少？那我算一下啊，我每天吃饭这都得点，一天得100块钱。咱按15天算的话，咱先45入，然后再45入，然后再45入的情况下，给我10000得了。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45入啊！我请个假啊。啥事啊？我妈的同学的孩子养的猫今天下崽。猫？哎，去吧。你白问呐。我随500，懂事啊。造孽！不是哥，你这个发小天天啥也不干，留他干啥呀？我不都说了吗？他救我命。我知道，但他现在上班迟到，下班早退，开会也不参加，太过分了。哎，这个单拿下了啊，9000我报了，给转过去了啊。在你屋睡会儿啊，小点声。看啥呀？去给销冠拿个被呀。啊啊！